玩具店卖学习笔记、场景贴纸书啊，看见了梵高，还有实验室。之前玩的基本都是些美食类的，这个领域很稀奇呀、买一本回家放松一下。老板，结账，拿着贴纸到家了，出了你。贴纸还是单独装的，超大场景，运气好。画室、书房、实验室，还有健身房。设备也是够全的，我想先来布置个画室。给他先整幅油画。我就是冲着梵高才买的，如果我没猜错，这应该是呐喊，太可爱了。我去，贴歪了，扶着点儿。蒙娜丽莎，就是这大白熊画的，给他摆上工具，各种画笔，完美，太完美了。再来收拾书房，从小就爱玩这种过家家收纳整理小游戏，各种小配件收纳得整整齐齐，旁边小柜子也填满，成就感了。接下来布置实验室，新买的器材摆到架子上，桌子是观察试验区，显微镜，剩下的各种量杯放柜子上，生态瓶区要放这个发芽的器皿。哇哇哇，大功告成，运气好了。为什么会有球服，各种大皮嘛。接下来就是健身房，喜欢不？还有一本美妆书呢，赶紧接着吧。这不错，又是解压的一天。